我们等一下要送朱彤到那个我们有吃素食便当的公司行号。我们从三月的时候，上人一直在讲非素不可，而且如素是防疫的一个灵方妙药，所以我们一直在想，怎么来做比较好？真的劝善容易劝素难，真的不容易。那这个这么不容易的一个当中呢，我们用其中的一个方法，一个方式来推素。您素食我护持的这个活动，开始呢，我们就会送一个平安米，附着一张那个卡片，提醒大家。每秒钟2443的动物就被杀的这张卡片，让他们知道说吃这一餐素是有它的道理的，吃出道理，吃出功德。因为慈济的师姐啊，就是有这个方案，所以让我有机会可以吃到素食。这阵子这样吃素食之后，我就觉得原来素食这么好吃所以我要继续吃下去。送竹筒的用意就是希望他们在投竹筒的时候呢，其实是一份的祝福，祝福自己也祝福别人。这个还有静思语，好，谢谢。每一个公司都有一个大种子，因为这样子结的这一份缘呢，我们也很期待能够遍地开花，公司一家一家的吃。退素真的是一条不能停歇的路。因为不容易，所以更要努力的去做。那我想，我也会继续的再推素下去。